看世界的孩子。地球上的每个地方，每天都上演着不同孩子们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去哪个地方看哪一位孩子的故事呢？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印尼。印尼距离台湾3659公里，飞行时间呢大约是5个小时。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故事，就是位在千岛群岛的行政中心，一个叫普拉木卡岛的地方，认识这位小女生，叫做阿菲亚娜。先来看看关于她的3张图片。这3张呢，大家帮我看一下哦，然后发挥你的想象力，想一下阿菲亚娜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爱护环境的故事。阿菲亚娜和她的家人是靠海为生，但是近几年来的海洋污染越来越严重，所以导致他们常常出海回来都一无所获。但是大海是阿菲亚娜的家园，所以他们决定要让大海再度再活起来。他们便开始努力地种植很多很多的海草，渐渐的大海也恢复了生机。然后最后阿菲亚娜和她的弟弟开心地望着大海，露出了灿烂的微笑。我觉得这是一个旅游的故事。旅游的故事就是他们一家人一样是很爱护环境的，然后他们第一个景点就是要去海边种树，然后种完树之后呢，他们就是坐船到下一个景点，然后那里因为风景很美，所以他跟他的弟弟就在那边看风景。哦，所以是他们一家人出去旅游。我觉得这是一个爱与觉醒的故事。爱与觉醒听起来有点沉重哎。但是我所谓的爱就是人类爱护环境的心越来越强烈，觉醒的是人类因为过去所犯下的破坏生态系之类的过错所觉醒。那我认为中间那张图片是阿菲亚娜在跟她的弟弟说，人类因为过度伤害海洋，所以导致海洋生态系逐渐的崩坏，所以他们要像右边的那张图片一样，去富裕很多的生态系。那我认为右边那张图片应该是在海上种树，有点像是河口生态系，像是红树林的那种感觉。我蛮喜欢这个故事的，关于一个对于环境的觉醒的故事。好，所以到底阿菲亚娜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她跟海洋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马上一起来看看吧。海洋骑士队出动！海洋骑士队出动！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阿菲亚娜，叫我阿菲就可以喽。我住在印尼的普拉木卡岛。今天是我们海洋骑士队出任务的日子，就让我来好好介绍我们的任务吧。跟紧咯。日常任务一，修补防护墙。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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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修补防护墙的材料，红树林。哦吼，我们可是海岸的超强防护墙，我们的根能稳固海岸，防止海浪冲击，还能减少海水侵蚀与净化水质哦。谢谢海洋骑士的帮忙，让我们更加强壮。日常任务二，重建鱼儿的家。这个任务让我来吧。对了，忘了跟你们说，这个是我的爸爸马木卡，他是最厉害的海洋骑士，也是带领我们一起守护海洋的勇者。因为最近海洋发生了变化，好多珊瑚长白头发死掉，鱼儿也因此失去了家园，只好搬到其他的地方。阿菲别担心，我们能让鱼儿回到自己的故乡，继续快乐的生活。好多新家哦，谢谢海洋骑士的帮忙，让我们能回到这里继续生活。看看这些珊瑚礁是多么的漂亮，但因为人类的破坏造成了海洋的改变，我们正在渐渐失去这份美丽。爸爸时常提醒我，不能在海边乱丢垃圾，因为大海并不是我们的垃圾桶哦。其实不只是我，大家也都可以成为海洋骑士哦。你们觉得自己能做些什么事呢？所以这是一个海洋骑士的故事哦，而且阿菲亚娜的任务呢，是不是就是要极力的保护这个海洋，让海洋能够继续的生机蓬勃？那阿菲亚娜刚刚在故事中也有提到，海洋会有这些改变，都是因为谁？
人类，都是因为人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我就想问现场的三位孩子，你们有没有学过，或是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行为或是事件会造成海洋面临这样子的危机呢？平平，有老师上课有教到说，其实地球暖化也会影响到海洋酸化的问题。哦，对，那海洋酸化会造成什么样？就是像刚刚有讲到说，珊瑚礁就会白化。没错没错，就是会危害到海洋里面的生物的一些安全。那世纯呢？就是的大部分海，我觉得海洋会被污染都是因为人类乱丢垃圾，因为比如说像塑胶袋或者是保特瓶那些，就有可能会被那些生物吃掉那些。真的，垃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它又是一个很不好的循环。假设说，海里面的生物如果吃到了这些的垃圾，那这样子其实会对整个生态圈都会有很大的危害。那世堂呢？我知道过度捕捞海洋的资源也会造成污染，这样。对，其实像过度捕捞，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些船只他们会把一些油就直接放在海里。就是污油，这种油的污染，还有垃圾的污染，还有包括平平讲的，整个气候变迁、全球暖化所造成海洋温度升高，这样子都会让我们的海洋面临很大很大的威胁。那我想问你们哦，刚刚呢，阿菲亚娜在故事里是不是有提到不可以朝海洋或是海滩丢垃圾？那你们有去近滩过吗？有，你们去近滩的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好了，平平你先。我是去垦丁近滩，然后在海岸的时候就会有捡到一些像是有废弃的玻璃啊，还有一些废弃的玩具等等。玻璃跟玩具，哇，那都很危险的。如果去沙滩玩的人踩到了怎么办？好糟糕。那世纯呢？我是跟世堂之前有一起去进过滩，然后就有发现大型的沙发丢在海滩。沙发，对，太夸张了吧？那里又不是垃圾场。对啊。那后来怎么办？你们怎么处理那个沙发？就把它丢去垃圾场。哦，把它丢在它该在的地方。那世堂呢？我还记得之前跟世纯一起去进滩的时候，除了刚刚提到大型废弃物之外，还有像是但塑胶袋啊、烟蒂、保丽龙、保特瓶，真的都很多哎。所以看来大家在进滩的经验的体验当中，都有捡到很多各式各样的垃圾，包括你们刚刚讲的沙发啊、塑胶的提袋啊，或是一些塑胶的垃圾啊。那这就跟我今天想要问你们的问题是相关的。相信你们有进滩的经验，应该蛮容易答对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请问，根据荒野保护协会发布的2020国际进滩活动的数据报告中，下列何者海洋垃圾数量最多？一、塑胶提袋；二、保特瓶；三、烟蒂。观众朋友也可以动动脑想一想哦，哪一个海洋垃圾最多呢？现场的孩子们，我要来问你们喽。品评，你先，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一、塑胶提袋。好，世纯呢？我的答案也是一、塑胶提袋。世堂呢？一、塑胶提袋。三个都觉得是塑胶提袋，为什么你们都觉得是塑胶提袋？为什么不是保特瓶跟烟蒂？刚刚世堂你不是有说你有去捡到烟蒂吗？也有捡到保特瓶。我觉得抽烟应该在某些海滩应该算是有被禁止的，应该没有那么容易飘到海上吧。哦，你觉得在那个地方可能有禁烟，所以烟蒂相对来讲不会这么的多。那平平呢？其实是有在一些新闻事件的时候看到说有一些鱼类或是有一些海洋的动物有被塑胶袋就是缠到这样。那我要公布答案咯，答案是二，保特瓶。噔噔，三位都答错了。好，其实呢，在他们这次的净滩活动当中，有超过15000人参与，然后他们在长达54800公尺长的海岸线上清除了31318公斤的废弃物，超级多的。那第一名的海洋垃圾就是保特瓶，总共有几个呢？有42194个哦。那我们来看看第二名是什么？第二名是保特瓶上面的瓶盖，然后第三名是烟蒂。那你们要不要猜猜第四名跟第五名是什么？刚刚平平有讲到，他在新闻上会看到很多塑胶提袋造成危险。那你们有看过海龟鼻子里
吸管。对，所以吸管是第四名，塑胶提袋是第五名。所以这一些各式各样的海洋垃圾都严重的威胁到了海洋的生态。那其实这也对应到了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目标中的第14项，保育海洋生态。而其中所提到的减少海洋污染呢，就是联合国希望全球能够大幅度的减少海洋的污染，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一些陆上活动的污染，包含海洋废弃物啊，还有营养污染，就是优氧化这些的。那其他组织呢，像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他们也非常的想要改善现在这个情况，所以他们一直在跟联合国争取说要签订全球的海洋公约，希望让全球至少30%的公海设为保护区，这样我们的海洋才能够有一个喘息的空间，也让生态不会那么大量的快速的被侵蚀跟破坏。那今天看完阿菲亚娜的故事，也让我想到一句台语谚语要跟大家分享，叫做五星刚逼卡嗯家拢都刷，意思就是啊，你只要有心，不管浪再大你都能靠岸。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同心协力保护海洋生态，一起成为海洋骑士吧。那今天的孩子看世界就先到这边结束咯，我们下次再来一起看见世界孩子的故事吧，拜拜拜拜。